锤子哥，说跟你有啥关系的老师更冷漠，这是那教育工作者还他妈是狼外婆。反转大，不可以穿和服来武大看樱花，要院墙骚扰女孩自己被反杀，这不是正当防卫还能是什么？打人者搓麻剑，义勇为者被抓，我看在这里吧。第九洞通天河，第十洞大金斗，转发那灵感大王就有好彩头，化工厂爆炸人太痛心疾首，无辜的生命终结在2019，流浪的地球开年名利大丰收，惊奇大队长咪咪原来是世元兽，任正非说他选择干啥都会牛，建议他选择搞一搞中国足球。十一洞火云洞啊，十二罗刹女，牛魔王碧波潭里就爱吹牛逼，团灭韩国男团的李胜利，放心了，老娘没狐臭的章鱼。